那些味道哈，那是正南七北的家常味。哇的我哈，温老，哎呀，我好久没回榆中去了，我家走到那儿嘛，必须吃点儿鲜北的特产哈，给你搞个老豆花饭。走，那个地方老得很了。你们经常问葡萄条料店，那里头都是葡萄条哈，那里头都是葡萄条。今儿不吃火锅，吃豆花饭，一个蹄花，一个肥肠，一个牛肉，一个烧白。一个粉蒸肉，两碗豆花，烧个雪娃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老子给的豆花饭，哎呀，你们来重庆旅游哈，不仅有火锅小面，还有豆花饭，看嘛，舒服惨了。那个烧白一看都是很资格噻，不要跟我说啥子预制菜，那个、不可能是预制菜，但是那个要头天蒸，第二天再回锅最好吃。哇的我哈，盐切切的，我直接点两份，你一份我一份，哎呀，特别不准，我也嘛，它是蒸坨子完了的，哇，这盐菜味很浓哈。重庆烧白哈，都是你们讲的梅菜扣肉。哇，好香，这口烧白泡出饭。它真的是那种纯粹的老味道哈，你吃不到过多的那种调味。哇，你看那个肥肠，切大坨，我讲红烧肥肠都是要切大坨，看起来爽嘛。那个羊骨肉味道也好，而且扒肠度非常合适，是吧？而且你吃到非常的本味哈。好久没回来吃那种老馆子了，真的，那口真的是味道、情绪啊和那种情怀真的拉满。它在传统的红烧肥肠啊，五香红烧肥肠里头加了一些香辣，你看没？还加了很多海椒，看没？香辣红烧肥肠，哇，烧木耳的，那个木耳好脆，我第一次吃到肥肠烧木耳的红烧牛腩，看哈。但是它有浓郁的牛肉味儿，哎，牛肉它不柴哟，重庆生牛肉烧的，我讲，啊，很潮的，都是公牛肉烧的，哈哈，我咬的那个牛筋儿，那个是随机的哈，真正的传统豆花儿吧，就是豆花儿加烧白，最多加个肥肠，晓得吧？但搞炒菜都是后头才有的，晓得吧？以前重庆早晨不流行吃小面，晓得吧？是流行吃豆花儿饭。后头才是慢慢开始吃小面了，晓得吧？因为重庆呢是个山城，上坡下坡特别多啊，特别费体力，所以说早晨要吃饱，要吃整豆花饭，晓得吧？那才是真资格的哈，蜂窝麻面粘牙齿的老血丸哈，看到没得？粘牙齿。哇，那个血丸真的烧得好入味了哈。它那个味道是透进去的，那个血丸加点有点扯牙齿的感觉。舒服，鲜蹄花，鲜蹄花，它是半边哈，那个脚一看呢，应该好像是后脚，不像是前脚哈。半年没吃蹄花了，可能。但是它那儿不是专业蹄花了，但是他说的必须鲜蹄。不是我的风格，以往一个风格的话，我早就把那个蹄花已经都全部弄到我碗头了，晓得不？我还是把弄到我碗头算了，哈哈。你怎么干完的？必须的。哎，哪个？我不拍广告哈。我是做啊。做啥子？等做好过来。我不拍广告哈。你是哪家嘛？都是哪家。你现在不应该来找我，我本来说哪天来拍的，你找我我都不得来拍了，知道吗？我那个人都是这个性格，我们没车也没车，我本来都给他列入，我要打卡的名字，他来找我，知道吗？他来找我那个商业性质都变了，懂了没得？他那个确实是鲜蹄花哈，但是啊，你说跟成都比啊，肯定还是要差一点。成都人搞那个绝对是专业中的专业，就像重庆人搞火锅一样，啊，绝对是专业中的专业哈。鲜蹄花它吃起肉感不一样，看吧，它那个皮很薄，饭都吃完了，豆花没吃。它的豆花不是那种，它不很嫩，不是很绵杂，有点老，但是它那个淡水味很重。它那没活的，它所以说它都是嫩的啊，它烧起豆花来它就绵杂一点，哎，为了那点豆花专门去打了点吧。而且那个佐料都是真正的盐巴佐料，那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盐巴豆花，真的盐、油辣子、
好，加点花椒面，加葱花。你在那儿来吃了那个豆花饭，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重庆豆花饭哈。他那儿我觉得做的特别好的，那个肥肠、烧白、红烧牛肉、雪花，雪花觉得最顶的哈。好，当官豆花偏老，还佐料是儿时的味道，蹄花绝对是兄弟花，但是啊，还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趴度哈。那些味道哈，那是正南西北的家常味，没得过多的调料，也没得过多的那种味精味、鸡精味，它吃的都是食材本味，加了一些辅助的那些香料哈，香辛料。我看一下，今天消费好多啊？哈，总共6-7个菜，7个菜到8个菜啊，总共消费180元哈。